请你们看他的影片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恭喜发财！红包拿来！给我红包！给我红包！给我红包！金发是真的，金色的，不是，完全是金色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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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吗？我也回来了。啊，好想念，好想念。啊，乖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是。好贴心，優しい。嗨，你去那边多久？一个礼拜。8天。八天？嗯。你干嘛？度假。明天开学。对。对。啊，不要了。压力好大。加油！加油！很多东西。加油！加油！你没有饿。我刚吃饱啊，你们多吃。好，我没有吃那个。借我，我拍。キノコ食べます。香菇。这是影片。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像是是吧？把它放大。好。おいし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と。おいしい。那个鸡翅、八叶豆腐、鸡血糕、土鸡、杏鲍菇。大家，我回来了。Yeah! 大爷回来了。我没有。也回来了，本来就在这。我又来了。哦，你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。耶耶！很多人期待你的影片。我没有，怪怪的。Hello， 帅哥，台湾的帅哥，耶、yeah ，很帅哦。去哪？我们喝几瓶。等下，你们喝饱了吗？还没有。是蛮饱的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弟喝完好了。没关系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喝太多了吗？没有。浮动吗？浮动吗？浮动的还好。明天没有开学，明天是 orientation。没错，是 orientation 的。多。谢谢。男兵结束了，耶、yeah ！结束好久了，好久了。我真的。吓死我！为什么你剪头发？没有我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你的剪头发怎么？哎、欸，我过年前真的很夸张。旭哥说，我只要留上面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留蛮长的。对。我刚说，我只要留上面。然后把我就剃，他就开始剃，然后我就剃完之后，我就骂他说，他店员先问我说，哎，那个你是刚退伍？我说没有啊，我退伍好久了，只是我刚才叫你说我只要留上面，但你把这全都剃光了，然后我就说，但是你好像听不懂我的意思，我就开始骂他。对，台湾朋友，日本的美女。红的你们个是日本美女吗？不。他很生气，因为有些人说他是美女吗？美女啊，哇，不是，开玩笑。台湾啤酒比较美女。哎，我的天，比较漂亮的 bod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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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。串霸，很好吃哎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听着，然后好吃。これ？这个，嗯，三本，这个。
broccoli。高丽菜，高丽菜，高丽菜。六。嗯，とりあえず先这样吧。じゃあこれで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どうぞ。